大家看这个柱画，柱画画的是南天竹，这个大家看这个实物啊，好像和画比起来呢，没有画那么饱满和鲜艳。其实呢，主要是没有到那个它那个成熟的季节，它是在冬天成熟的啊。它成熟以后呢，就是像珊瑚的颜色一样啊，而且它这个颗粒呢会变大啊，变红啊。那么它这个艺术的处理上面呢，把这个叶子啊画得更加密了啊，所以你看起来呢，和实物一比呢，效果就更好。所以说这个艺术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，这样一对比，大家回忆一下，就能感受到。美术馆北门出来的这条路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花坛里有很多这样的植物，这种植物就是在吴福之先生的那个花鸟写生的小品中有出现过。那很多人看到这样的红果子，可能会有一些冲动，想要摘下来吃一下。那切记，它们是有毒的。那南天竹的话，因为它这个比较特别、比较秀气的外形的话，现在不仅在这个城市的绿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，同时呢，它在家居装饰，甚至是一些园艺、培育新品种上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观叶赏果的一种植物。大家好，我是杭州胡庆云南国药号有限公司的执业药师，主管中药师管金发。下面介绍一些花卉的这个药用跟这个使用方法、使用价值。南天竹，南天竹又名白天竹、天竹子、天竹、山黄芩、壮石黄，来源为小檗科南天竹植物，根、茎、花都可以药用。主要功效为清热除湿、通经活络，用于感冒发热、眼结膜炎、肺热咳嗽、湿热黄疸、急性胃肠炎、尿路感染都好用，跌打损伤用效果也很好。